你来干什么？大战前夕，在这给你补劲吧。卖鱼强是你们红帮的人，而且还是你找来的。在决赛之际，你们当然压他赢。为什么还来给我补劲？这是黑帮的游戏规则，一切以利为重。而我的立场当然是不希望你输的。因为这里牵扯的利益太大了，不单只是帮会的利益，还有你的。如果你赢了，马上就可以功成名就，实现你重建精武门的理想。但是你输了，那就等于原地踏步。景甜的那笔钱当然是要还的了，而且还会伤害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所以明天，你非赢不可。你放心，不管你们赌谁赢，都影响不到我。我知道，你的决心不小。男人生有很多出乎意料的事，往往在关键的时候发生。我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你想暗示什么？好，我只想提醒你，在这决赛之前，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受影响。
舅爷，在咱们赌场下注赌陈真赢的，赔了87000，咱们又押蟑螂赢的，又输了113000，输了200000呢、啊。怎么会输那么多呀、啊？给我滚！快去快去！舅爷，您别生气，都是我不好，我害得舅爷又输钱又输脸。不过，明天是决赛，我们还可以把钱再赢回来。怎么赢啊？我们可以押陈真赢。你被陈真打疯了吧？难道你忘了不久之前陈真败在麦一强的手下吗？九爷，您还是听我的吧，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不用双手就能打败我的人。今天你不是也向我保证你自己能赢吗？那这不听你的就是对了。你说陈真能赢，这回啊我一定要买麦于强赢。九爷千万不要、好了好了，今天不听你废话了，你走吧，你也该去睡了，去吧去吧，去啊。喂，是老杜吗？你的麦于强这次进入决赛，恭喜你了。马老板，我不爱听废话，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好，那我就直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啊。哼，有屁就放吧。明天的决赛，我想捧你们红帮的场，买麦于强赢。可是我就怕猛爷你不敢受我的咒啊。我说对了吧，猛爷你果然不敢受我的咒。笑话，我在大上海开门做生意，什么样的咒我都受。好，那我就在大上海押200000大洋买卖于强胜。怎么样，猛爷敢不敢受我的咒啊？凭空讲不算数，按赌场规矩，200000大洋到位再说。好，一言为定。杜爷，今天来赌场下注的大多押麦于强胜，
如果明天卖鱼强真的赢了，咱们就会输钱。怎么办？咱们要不要封盘？他们怎么都对卖鱼强感兴趣啊？还不是因为陈真曾经败在卖鱼强手下。阿基啊，依你看，明天谁会赢啊？擂台上的事情可以说不准，就像今天这一仗，谁也没有想到陈真会反败为胜，打败郑朗啊。陈真真是神乎其技，可是麦鱼强代表我们红榜，如果他赢了，但是从感情上我们希望他赢，可是他赢了我们要输钱，真是两难呐。杜爷既然担心的话，咱们这样，咱们不如封了麦鱼强这个盘，去别的赌场下注，压麦鱼强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封事本门。不，刚才马九七打来电话，他说要在我们赌场下20万买麦鱼强胜。这么拿得住？你答应他了？还没有。我知道这老狐狸使的是激将法，我也不想留给他什么画饼。我也没有猜透他的用心，他是不是在试探些什么？不过，钱到不了位，一切都不算数。可万一他真的送钱来下注呢？马九七这个老狐狸，他轻易会下这么大的注？难道他真的算准了陈真要输吗？所以，我们要在他下注之前找出一个万全之策，一不能输钱，二不能输脸。杜爷，我去想想办法吧。朱师傅，今天你打败尤立山，替我赢了很多钱，我应该让你开心开心啊。我又不会跳舞，到这儿来干什么？不会跳舞，那就听歌啊。歌我也不喜欢听。朱师傅，那你喜欢听佛山的家乡老歌吗？怎么，你还会唱佛山家乡老歌？那当然了，不过你要想听老歌的话，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说。明天给我打败陈真，帮我们把钱赢回来。哼，那当然，陈真本来就是我的手下败将，明天我要再次打败他，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哎，麦玉强，白玉强，有事找你。干什么？走吧。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出来再听你唱歌。我去趟洗手间。阿强，他们在搞什么鬼？不太清楚。你有病啊！要我故意输给陈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麦玉强，你既然答应我们红帮出战，就应该听我们的。我答应代表你们打比赛，可没有答应打假拳啊。这样吧，如果你输给陈真，我们给你20万大洋。100万、1000万都不行。要我麦玉强打假拳，简直就是侮辱我。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否则我对你不客气。我这一次要凭自己的真实实力彻底打败陈真，你要是从中作梗的话，我连你们老大一起打。你真要把这么多钱压在麦一强身上？是啊，怎么了？就算是麦鱼强能打败陈真，可是你别忘了，这麦鱼强可是杜猛的人，你就不怕？你是怕麦鱼强打假拳？是啊。张兰，你以为我是第一天出来混吗？这个我早做好准备了。喂，九爷在吗？九爷。喂，九爷啊，徐阿基要麦鱼强在明天决赛诈输给陈真。结果呢？麦鱼强死不答应，还发誓一定要打败陈真。还有啊，明天决赛陈真必输无疑，因为明天一早。
发，原来你还有这么一招啊！啊，好，我记你一功。嗯，就这么定了。杜蒙，这回我要让你输大钱。九爷，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肯定押麦一强赢。走，咱们去大上海赌场。哎，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到这个时候还这样冷冷清清的。啊，杜少，明天是武术大赛最后决赛，很多人都跑到赌场下注去了。哦，是这样，怪不得。哎，你看刚才那麦鱼强是怎么了？亲爱的，麦鱼强怎么了？哎呦，现在才出来。刚才麦鱼强不知怎么回事，气冲冲的走了，叫也叫不住。那好啊，省得唱歌给他听了。哎，可是他这样子，明天决赛他行不行啊？押麦鱼强胜啊，准赢。你这么自信？那当然，你就信我了吧。好，我信你。阿星，哎，到别的赌场下20000大洋的大注，押麦鱼强胜。是。那我们走吧。去哪儿？你忘了吗？我们今晚不是约好了吗？啊，对对对对对。阿星，啊，你今天晚上不用接我了，我们明天直接去赛场。是，啊，亲爱的，走。进来。杜爷。飞扬，你去哪儿了？我派人到处找你。有事吗？马九旗要在我们赌场下注20万，押麦鱼强胜。马九旗如果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是不会这么做的。阿基去想办法去了，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进来。杜爷，怎么样？我去找了麦鱼强，他死活不肯答应打假拳。什么？你让麦鱼强去打假拳？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做得出呢？杜爷，你担心陈真会输，而马九七要押麦鱼强赢。我想来想去，只有让麦鱼强输给陈真是最稳妥的办法。这么做虽然是稳妥，可这件事儿要传出去，我杜猛的脸往哪儿搁？我们红帮怎么在上海滩立足？可除此之外，阿基，如果是没有办法，我宁愿输钱，也不能输掉我的名声。杜爷，基哥这么做也是想立于不败之地，也无可厚非嘛。喂。马九七抬着20万大洋来了。妈的，他真的来了。杜爷，我们不能接受他下注。这不行，不能让这只老狐狸说我没种。我们的银子还用数吗？哈哈，九爷，你也太小瞧我了。哦，区区20万，不用数了。哎呀，你就这么信任我？哼，麦鱼强是我的人，你都不怕我搞小动作算计你，这有什么信不过的呢？哈哈，我跟猛爷打交道这么多年，你的脾气我是一清二楚。要不然我宁愿把这箱银子扔到黄浦江里去打水漂。这么说你押定麦鱼强胜喽？哎，只要猛爷是我的注，就是输了我马九七也心甘情愿啊。好。猛爷，最近麦鱼强人气这么旺，猛爷算是找对人了。张郎，咱们走。张郎，你马上回去叫赌场开盘，只受陈真胜注，1-3。九爷，这样做，这什么这样啊？快去。
九七这只老狐狸120%的断定，明天陈震一定会败，所以他才这么狂。飞扬，你是为什么断定陈震会胜呢？我不凭什么，只凭感觉。感觉？兄弟，难道你感觉陈震赢，陈震就能赢吗？几哥，刚才我去见过陈震了。陈真说他能赢，你就相信了他？难道就凭这点让杜爷接受马九七200,000大洋的注吗？杜爷，我不是相信他的话，我是相信他的眼神。陈真的眼神里有一股坚韧的力量，只有下过很大决心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他的眼神使我震撼，使我吃惊，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赢。如果杜爷和吉哥也看过了陈真这种眼神，相信感觉会跟我一样。可我也见过麦于强，他也发誓要打败陈真。如果你看到麦于强拒绝我打假拳的疯狂神态，你也会相信明天赢的一方是他。更何况陈真曾是他的手下败将。杜爷，季哥，我齐飞扬愿意性命保证，明天的冠军一定是精武门的陈真。好，飞扬，陈真的目光说服了你，你的目光让我踏实，就这么定了，我相信你。谢谢杜爷，不过让马九七输掉200,000大洋。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马九七回去以后一定会命令他的赌场只接受陈真胜出的赌注，那我们就可以在马九七的赌场下赌注，赌陈真胜。是。对呀，我这次和马九七赌把大的。杜爷，这样会不会万一……阿吉，你放心，飞扬不是傻子，他没有100%的把握，他不会把命都赌上。人总有那么几个关口，成败就在一个决定。马九七的赌注已经下了，我也不再犹豫了，开弓没有回头箭。那好，杜爷，你就吩咐吧。飞扬，你到马九七的赌场多派人手分散下注。是。阿季，你坐镇咱们的赌场，只要是赌麦于强胜的，多大的赌咱们都收。是是，杜爷。只能买陈真胜啊！不行，只能买陈真胜啊！只能买陈真胜，只能买陈真胜！哎，买麦于强胜，我包你赢大钱。好，好，哎呀，谢谢九爷啦！白师长，你听我说，麦于强一定会赢的。好了，就这样。老大，嗯，有事？杜蒙的手下正在我们的赌场下大注，买陈真赢。收。你吩咐下去，多大的注我也收。好的，九爷。Thank you.
让外人来打扰。哎，他正在休息。陈真，我们马上就开始决赛了，我想上次你输给我一定不服气，今天我一定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阿妞，守在门口，任何人不准进来，我要做赛前准备。是，师父。陈真，啊，对不起，你们不能进来。我找他有急事，让开。这里是休息室，闲人不得入内。我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他，或许对他比赛有帮助。有什么东西给我吧。给你？你是唐小婷什么人呢？我振声，让他们进来。陈真，这是我给你买的。我知道你喜欢唐小婷，啊，可是你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吧？陈真，为什么我这个时候买报纸？就是让你把这个勾引男人的臭婊子给忘了，努力去比赛，争取拿冠军。刘振生，好好安慰陈真，别让他想不开，否则输给了麦于强会令很多人输钱的。别让我失望。庆祥，师兄别这样，小婷不是那样的人，她一定是被人陷害的。师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有什么事情等比完赛再说吧。这是我们在上海重开精武门唯一的机会，难道有什么比重开精武门更重要的事吗？师兄，小婷不希望看到现在的你，她也希望你赢啊。女士们、先生们，虽然大赛的冠军还没有产生，但举办这次大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上海甚至全国已经掀起一股练武强身的热潮，上海的经济建设也在加快步伐，与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少爷，我昨天找了你一晚上，有一件事情。哎，咱们看比赛。你怎么不早说？杜爷在陈真身上下了大注，如果陈真赢，这次我们可要输大钱了。阿星啊，哎，在麦于强身上下大注的人是谁？是马九七。这个老狐狸，他怎么知道麦于强必胜，敢下如此大注？愿因为此次一箭三雕，既能让唐小婷和陈真受挫，又能赢钱。没想到，却害了自家输钱。
老杜啊，我要多谢你收下我那么大的猪啊。九爷给我送来那么多钱，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呀、啊。是吗？卖鱼墙是为我打，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为什么不在他身上下注？孟爷，有些事是不需要想的。九爷做事一向小心翼翼，这回怎么就翻了船呢？你说的很好啊。好了，老杜，听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你可是太不谨慎了。好了，你还是先看看今天的报纸吧。哎呀，我还知道猛爷在我的赌场里面下了很大的注，只可惜你下错了注。这不可能啊，唐小婷不会这样的。唐小婷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不要管了。但是有一样，她是陈真最心爱的女人，你们最好还是好好的想一想陈真看到这个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嗯。九爷，比赛还没有开始，你不要那么得意。猛爷，我是开心，如果你赢钱你也会开心的，对不对？哎，今天谁跟我一样买卖鱼墙的，一定赢钱！买卖鱼墙的，赢钱！陈记啊，那个戴黑眼镜的老头是谁啊？大哥，那个人呢、啊？我们惹不起，他是黑帮的老大。那算了，让他们都输钱。这么说，你的对手可能是卖鱼墙了。不一定。趁着心爱的女人蒙受羞辱，他定然无法集中精力打败卖鱼墙。我相信陈真一定能赢。他要是赢了，你虽然输了钱，却帮你赢了面子，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嘛。马九七，你有完没完了？阿基，坐下看比赛。哼，看比赛。来，坐这儿，坐这儿。有请精武门陈真。两位高手一路打到决赛，比赛规则我就不要多说了，我只想告诉两位，你们谁能打败对方，谁就能获得此次大赛10万大洋的奖金。九门一定会胜的。战术准备。比赛开始。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能打赢我，我就拜你为师。
武术大赛冠军，精武门陈真。九爷，我到底赢了多少钱，我也数不清，麻烦你回去算一算，给我送过来。好的。老爷，早叫。哎，九爷，快点啊！别动，弄坏了怎么办？我只想看看感觉嘛。哎，你说，就是把它拿到当铺里去，哎，值多少钱？你忘了？哎，奖杯可真漂亮啊！当铺里有一条黄金首饰，不当身手才能拿到这个杯的。那你说，如果把它当了，那邻居脸上也有光啊！这可不烧饼，那你买多少烧饼呢？多少个？都是千个，够你吃五年的。陈真在吗？你看呢？请问你是？我是记者，我想采访陈真。是记者，不巧，记者他不在家。咱们上报纸啊！你是陈真的师弟，照片上报了。你是陈真的师弟，又是精武门的弟子。我想先请你谈谈此刻的心情。不不不，我。你就不想采访采访我吗？对呀。你怎么瞧不起我？你知道我是谁吗？田七，你说。他呀，他就是精武馆的馆主霍延甲的儿子霍东爵。不错啊。你是霍师傅的儿子。哎。陈真，陈真。嗯。哎，麦玉强，你来干什么？陈真呢？他在哪儿？你已经打输了，你还来干什么？打输了我才来找他的。输了还有脸来呀？啊，想报仇也得找好时间呢。就是嘛，哎，就是嘛，人家正在庆祝胜利，多扫兴啊！喂喂喂，你们几个把我麦玉强想成什么人了？嗯，我可不是来找陈真报仇的，我今天是来找陈真拜师的。哦，你们几个，谁要是敢再多嘴，我就打谁。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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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回去记住，我麦玉强不是那样的人。对不住对不住啊，麦玉强，陈真，出来，陈真。哎哎，哎呀，林总，你让我进去吧。陈真，你走吧，我不会让你进去的。为什么呀，林总？是小姐不想见你，陈真，你还是回去吧。林嫂，我麻烦你了，我找你们家小姐有急事啊。林嫂。没事，我自己跟他说。陈真，你以为你很伟大，很了不起？你有什么权利把我让给林庆祥？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的感受？陈真，我知道你关心我，但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尤其是现在，我更要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排，希望你能明白。小婷，我能明白，请你原谅我。不过我真的想知道，
到底是谁在害你？自从走进你的心里，像在沙漠里被遗弃，祈求不到你的爱，下一场雨。爱的序幕缤纷美。